抹大拉的玛利亚信息。关于作为人类意味着什么？通灵帕梅拉克里布，翻译 Google。 亲爱的男人和女人，欢迎来到这个圈子，我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我曾经在地球上作为一个生活和爱过的女人，有时绝望并与你们都非常了解的人类情感做斗争。我今天在这里讨论作为人类意味着什么的案例。你们中的许多人厌倦了做人，你的心中有很多挣扎，过去的痛苦和恐惧，有时还有厌倦以及背离真正的开放，因为地球上的人类可能会给你带来什么。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来到地球，你会遇到一种内在的抵抗，这种抵抗是由对前世的记忆所决定的，并被对家乡的怀念所激起。你在和谐与光明的领域中所知道的家乡，你们都带着这些记忆。当你作为一个下降的灵魂来到地球时，你的情绪有时会变得非常沮丧，与你在地球上挣扎的那部分联系起来，并接受它对来到这里感到恐惧。你的意识不属于地球，你的意识是无限的、宇宙的，并且在整个宇宙中都感到宾至如归。它是来这里拜访的，只是暂时生活在地球上。承认并接受你自己害怕来到这里的那部分，害怕真正参与生活，害怕对地球上可以体验的一切敞开心扉，让痛苦存在，怀疑、孤独、无聊、绝望。我要求你敞开心扉，去面对那个伤口，因为只有当爱的注意力流向它时，伤害才能被治愈。你们中的许多人想要接受精神道路的装饰，但是当你向高处伸手去拿光时，不知不觉中你已经离开了尘世。在此时此处，你真正被鼓励去做的是审视你自己内心的黑暗，并为那个黑暗送去光明，这会引起你内心的抗拒。然而陷入自己的黑暗、孤独、分离的感觉，才是最能给你带来满足感的东西。当你这样做时，你会发现真正的自己，一个光的载体，一个可以照亮黑暗的人。现在想象一下，你灵魂中的旧痛苦聚集在这个人群的中心，这种痛苦以多种方式表达，它可以表现为激动、焦虑、悲伤、不确定、分离感。我请你们想象，当你们围着这个古老的痛苦围成一圈时，你们每个人的手中都有一个点燃的火炬，向着圆圈的中心延伸，这样这种痛苦就可以被充分照亮，看到了，再也不用躲在黑暗中了，让你的光芒闪耀。你不是那么痛苦，你是能够减轻痛苦并改变它的人，那是你在地球上的真正任务和使命。当你以这种方式将你的光投射到你自己的黑暗上时，光也照耀着他人，并鼓励他们也这样做。那么你就是一个光之工作者，他从你开始。最深刻的邀请是让你完全接受和拥抱你最脆弱的部分，这就是我们本周所做的。当你看到一个人最深的伤口时，你会发现他们几乎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样的，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来自于他们被了解和爱的需要，或者来自被剥夺了爱和理解的感觉。性亲密的最初目的是快乐，而这种相遇是非常有价值的，你甚至可以称之为神圣。当男性和女性在开放和尊重中相遇时，就会产生一种真正具有创造力的能量结合。一个孩子可能会从这个结合中诞生一个美妙而美丽的新人类孩子。
但这次会议在更深层次上也是有创意的。在灵魂层面上，你可以以一种对你来说非常丰富的方式变得活跃和被另一个人的灵魂所感动。通过这种方式，你成为一体的一部分，而不会失去你自己的独特性，你的个性。这才是男女相遇的真谛。感受它的美丽，感受你多么渴望这个性的神圣意义。作为一个灵魂，你总是在寻找那一回到你自己的家，回到神圣的家。你有很多名字，但他们总是不够用。上帝、独一、万有、宇宙、宇宙，它是关于你内心深处对无条件安全的渴望，被完全接受，被允许自由地表达自己。这种深深的怀旧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关于夫妻之间，或两个爱人之间，也可以是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之间的相遇的伟大之处在于，性相遇的美妙之处，在于你可以在那里体验一瞥统一。作为人类，正是通过这种即兴，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你看到了家天堂，你因此而变得丰富。性欲是一种光的来源，一种温柔的舞蹈。然而，尤其是在性领域，人类已经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两性之间产生了距离和敌意。人们不再对异性的能量感到宾至如归，即使这些能量在他们自己之内。女性很难发挥自己的男性能量、自信和力量。男人努力屈服于他们的感受，他们的情绪，享受另一个人，并与之融合。这是怎么回事？皆是男性和女性能量进化的各个方面，将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但基本的事实是，上帝，这一切的源头，给了你探索和实验的自由，并且也冒着以不平衡的能量形式出现结果的风险。然而，这是必要的，以便真正了解你是谁以及你被赋予了什么样的责任。你不是上帝手中的孩子，你是一个正在形成的上帝，他必须学会承担责任并与生活的所有元素保持平衡。你是萌芽中的神，感受你是如何强大和自主的。你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虽然你与万物之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你也完全是你自己，完全是独一无二的。让这些知识沉入其中。你是你，而不是其他人，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一个谜。这就是成为一个灵魂的感觉，不可分割且独一无二，这就是成为上帝、创造者的感觉，自由、独立、自主。你能完全承担起这么大的自主权吗？这是真正的问题。你的一部分不想承担那么大的责任，那一部分就是你的影子。他感到无力、焦虑与源头分离。他想回家，就像一个呼唤妈妈的孩子。很多时候，浪漫的性关系被用作回家的一种方式，但这不起作用。家在你身上，做你自己独特的自己。获得完全的自主权是建立成熟关系的第一步。在你自己的家中，在你自己的核心中休息，是与他人建立深度快乐关系的条件。但这种情况与浪漫爱情关系中经常寻找的孩童般的愿望背道而驰，渴望遵守另一个人，完全融入另一个人，仿佛另一个人是你可以依靠的无所不知的父母，一个孩子。正是在浪漫的爱情中，内心的孩子想要释放自己的包袱，把他们放在另一个人身上，然后有一种情感依赖，很快双方都变得窒息。建立圣洁治愈关系的第一步是完全回到自己的家中，
将你的双臂抱在你内心的孩子误入歧途并感到迷失，扮演自己的成人角色，对方无法治愈你的伤口，你是你自己的治疗者，你自己的光。当你能以这种方式进入你自己，深深地完全地接受你自己时，你就准备好以开放和惊奇的方式伸出手去触碰另一个人，这是建立快乐丰富的关系的第二步。带着好奇去接触对方，而好奇意味着没有期望，不想要什么也不需要什么，只是带着好奇和兴趣看着对方。浪漫爱情最美丽的形式是惊叹，被对方吸引，想要以最开放和最亲密的方式学习和探索对方，并且不想把那个人添加到你的世界观和你的想法中，不想塑造对方到你的期望、你的需要，而是真正的一起玩。只有这样，另一个人才能给自己，因为那时没有压力或义务。你是自由的，另一个是自由的，你们自愿走到一起，然后有某种更高的东西将你们俩联系在一起，某种存在于心中的东西。你不会试图改变或治愈对方，或试图让他们变得更好。不，你们一起庆祝生活，通过这样做，你们得到了医治。不是通过另一个人，而是通过你自己和你安息于自己的能力，并从那里敞开心扉，接受另一个灵魂的丰富和丰富。我要求你现在用你的想法来做这件事。想象你完全平静，沿着你的脊椎向下，穿过你的心脏和腹部到你的骨盆，从身体上做这件事，感觉这是你身体中与性有关的区域。在不带偏见、羞耻感或不解感的情况下，以惊奇和开放的方式感受这一点。这些感觉与社会和过去的性行为有关。感觉这个区域就像你脚上脚趾的感觉一样，可以接受和中立。这里是你作为人类的毛，这里在你的腹部和骨盆区域是你的基本本能。正是在这里，你在地球上休息，随着你的意识下降，只是在场。无论您现在身在何处，都可以对自己感到宾至如归，无论您正在挣扎什么人类情感。重要的是你为自己而存在。你的光，你的核心，可以面对一切，因为它是不朽的光，是一种柔化和理解的光。用这盏灯填满你的整个光环，感受真正拥有自己神圣之光的感觉，感受宇宙、上帝、万物之源是如何爱你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创造了你，让你和你一样独一无二。你被完全接受，你被钦佩，你被爱，因为你就是你，就像你现在一样。从这种意识状态看向你爱的人，他可能是您的生活伴侣，也可能是您的朋友、您的孩子或您的父亲或母亲。只需选择现在想到的人，您现在想与之建立联系。当你与你面前的那个人联系时，要完全和自己待在一起，你的界限是被保留的，所以在你自己里面休息。这样做感觉轻松自在，安静地呼吸到你的腹部。不要觉得你应该帮助或改变另一个，事实上你根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只要留在你自己里面，然后以开放的眼光看待那个人，看看他们现在在你面前散发出的光芒。当你以这种方式观察时，你会惊奇地接触到对方。您不必做任何事情，而另一个不必做任何事情。您只需观察对方的长相、他们的移动方式以及您注意到他们的能量。然后你靠近那个人，
而你的能量场仍然在你周围。从你的心里，你对这个人深有感触，让你对他们的任何感觉自然而然地升起，并带着惊奇和不加判断地观察他，看看是什么连接了你，什么给了你最重要和最快乐的连接。不要看什么不顺利或碰撞，什么导致相遇，而要看连接你的最高、最轻、最快乐的线，能量在你之间毫不费力地流动，并享受它。除了从中获得乐趣之外，您无需对它做任何事情。接受那光片刻，感受通过那根线的光，如何流向你的心，看看它对你有什么影响。它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新的和闪闪发光的东西，一些你可以前进的东西，这进一步丰富了你。你们会从你们在一起得到它，同时你们也允许彼此自由。正是在惊奇中，在允许对方自由的过程中，你们才能最深入的相遇。这就是真正亲密的目的。第一步是与自己待在家里，让自己休息，即使在与他人接触时，也要继续这样做。第二步是好奇的伸出手，不想改变或控制另一个人，而只是去观察、感受和发现。第三步是享受在一起时在你们之间轻松流动的东西，享受那种流动，让另一个自由。地球上的关系非常宝贵，在这里您会精力充沛地遇到最强烈的人类情感。我一开始说，我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成为人类的倡导者。我的意思是，从历史上看，这种尝试往往是通过超越你的人性，试图超越它来彰显你自己的神性，并通过成为隐士来真正逃离你自己的情绪，以避免真正的伴侣的束缚关系。我通往神圣的道路是通过人际关系成为人类，因为即使那是你最深刻的面对孤独、思乡和绝望的感觉，也是你体验奇迹、深深的快乐、联系和亲密感的地方，是如此珍贵。当你曾经与另一个人类形式的灵魂建立了深厚的亲密关系时，它会永远留在你的灵魂记忆中。当灵魂被人性深深触动，通过性关系成为男人和女人时，那才是真正的通往神圣的门户。这样，灵性的、神圣的光才能真正开始生活在人和人类社会中。灵性获得活生生的金色光芒，不是因为被孤立在遥远的某个领域，而是通过地球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我要感谢你们在一起，感谢你们发自内心的开放，这才是最重要的。真正的灵性与纪律或发展您掌握的某些技能或艺术无关，归根结底就是这么一件事：一颗开放的心，一颗自己想要向自己的黑暗低头的人的心，奇迹和温柔，这样也会尝到爱的喜悦，温暖的人间爱。非常感谢，谢谢收听，感恩祝福。